少了一个，不是，这老板是啥道理？你们为啥子来了？我没有说哈，真的不是我说的，他们几个非要问我你去啥子地方了，我他是哪个？ 王婆娘，进来。小姐，有话快说，有啤酒罚。 莫提石头过河，可以的。背起石头上山，你得想好。你妈怂了！我是心疼你，体弱劳苦，错上路子，打了好几年仗，好不容易熬到连长，万一一不留神殉鬼了，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。 再说了，我是还有你的嘛？我又不是孙猴子，扶着你个唐三藏，慈悲心肠。我到你上辈子，迟早会拖累我们的。你晓不晓得？哎，墩子，等打跑了日本人，你就跟着我唱戏，漂亮的幺妹儿才可以耍一下嘛。 我不耍，不耍白不耍噻。对的，墩子，你跟到他，遭埋了都不晓得。跟我说，你说啥子？你要咋子嘛？只晓得耍嘴巴皮。哎，来，小哥们，他姐姐就是被唱戏的怪跑了。我晓得。我打了，今天咋子不得手？打了，我打了。给你出卖的，你也干了。我来了，就不打了。 打算，能够不打嘞？连长，连长，我给你留了个最好的，还有件衣服，穿起嘛。哪儿来的？ 连长，这衣服是……给我站起来！我再问一遍，哪儿来的？连长。 在这医院里，从死人身上脱下来的，反正他们都用不着了嘛。美式装备，巴适得很哦。那他们为啥子死呢？为啥子？ 我们川军打仗，靠的不是这个，是这个，都给我脱了，脱下来。
连长，我不是怕死。那么冷的天儿，你是有靴子？你看兄弟伙穿的啥子东西啊？那儿脚趾门都露出来外头。我是想多活两天啊，多活两天嘛，多打两个鬼子噻。连长，你的兵都不怕死，怕死当不了川军，他那个样子死，太不划算了，太划不着了。就是嘛，郝总啊，我们都是川军，1937年就出来了，山东、山西、湖南、湖北，到哪个地方我们都还是川军嘛。这个穿啥子衣服，都是我的娃，都是你的兵嘛。三分钟后，全体出发。来自上院，执行命令。哦，来。还能啥子？哦，快点，快点！当兵的，我怎么办？从哪儿来？回哪儿去？好，我跟你们走。